好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带大家一起来攻顶，好，要攻去哪里呢？攻到最上面的人就成为桌面赢家。先把这个我们的山呢先叠出来，然后先介绍一下这个游戏。这个很特别，就是这个卡片啊，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心思，找了非常多工厂去测试，才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卡片。那它有两种的堆叠方式，一种是把它折成这样子，哦，啊，另外一个是这样，好，哦，那这个放上去之后呢，再放另外一个卡牌，然后就成为一座山这样子。刚才那不同叠法难度会不一样。哦，那当然是不一样。如果是用这样子的叠的话，那相对的难度就会不一样，因为那个平衡感就不一样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。OK， 再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总共会派六支角色去攻顶。OK， 那这六支角色会有六张角色卡片，我们先把它洗一洗，分给每一个人。OK， 你会得到你自己的秘密的角色卡，但是不要让别人知道。OK， 那不管今天场上有多少个人在进行游戏，我们这六支角色通通都会出场。好，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个无聊的人士，然后大家没有在控制他这样。OK 哦，好，来，那先发一张身份牌，好，给每一个人自己看就好。好 OK， 好，那看完认一下你的角色大概是哪一支哦。颜色为主哈，认一下，好，认不出来要跟我讲一下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。游戏呢就这样子，这边呢有这个行动的卡片，比如说呢加一就是让某一个颜色，好，哦，让它往前走一步，好，比如说这个是就是让蓝色那一只，这个就让绿色加走两步。那走是这样子哈，哦，我们是往上走也可以，这个绕这个山也可以，这样叫做走一步。这样子也叫做走一步 ，OK， 哦，因为它山有四个位置嘛 ，OK， 那就一次可以几个在同一个位置？一次不限啊，不对，一次一个，只能有一只。对，所以有人在你就不能上去，那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有没有玩过跳棋？好，我现在往上走一步，如果遇到，我们让观众朋友看清楚啊，就是如果上面有人的话，我跳的时候就像跳棋，跳到下一个空格的位置。OK 吗？就等于一次的，对，往旁边，往旁边也是一样的概念。可是，一样哈，跳棋的规则也是，如果上面两个都有人，嗯，我这样是不是就不能跳了，嗯，？OK， 就不能了，哦。好，那转是转，一定要顺时钟或是逆时钟？没有，没有规定，一样。你想要往哪边走就往哪边走，顺时钟、逆时钟 OK。对对，你要闪过那个人跳上去也 OK。只能往上跳，跟往旁边走。没错，没错。好，再来的话，有一张这个特别的卡片，叫做彩色的，好。彩色当然就是顾名思义，你想要任意颜色往前都可以。OK， 好，那游戏是这样，每个人手上会有这个三张手牌，那你就可以从这三张手牌里面呢挑任何你想要前进的，然后出一张。好，再来你会抽到一些功能卡，好，功能卡像这个，好，总共会有几张哈？我们把它稍微讲一下。好，功能，哎，这上面。有些啊，比如说呢，第一个叫 fake news， 好，假消息，假消息就代表呢，我们可以挑选呢这个角色呢撤离山上，你可以挑一只，好，挑，比如说任何一个人往后退三步，有台风要来，对，有台风来呢，你就是跟他讲台风要来这样，那他就退三步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再来的话是救援，你就可以抽某一个人两张手牌使用救援，好 ，rescue 这张。好，再来的话，暴风，好，所以每位玩家呢，从发动方失去一张手牌，就是我们等于是像顺时针抽一张牌这样子，好，就是那个大风吹的概念。再有一个是迷雾，好，迷雾，好，一个人在那边发抖，代表他不能前进。好，另外一个叫做我们在爬山的时候，我们常把它绑起来嘛，然后用链子绑起来，链结就是，比如说我把这两只绑起来。等一下，他前进，他就会跟着前进。他往右边走，他就跟着往右边走。但是如果有卡到，卡到就是都卡到，就都不能动。对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来开始进行了。一二三 ，OK。好，那我讲解一下游戏的流程。等一下哦。游戏流程就是呢，轮到你的时候呢，你必须先盖一座山，这个山会慢慢长高，
好，但是最高就到十层楼而已。十层楼。哎，十层，现在是四层楼。OK， 好，轮到你，你可以，我们先不要太那个太坏，我们先这样就好。好，然后就放下来，对不对？再挑一个地形卡，好，地形卡片就是这种平的，来盖上去。接着呢，你可以出你的牌啦，出你的牌来进行移动。好，我先看一下我是谁哈。OK， 好，比如说呢，比如说我可以让粉红色的往前走一步，好，他就在这个地方往上爬一步。OK， 好，那就这回合就结束。我手牌补到三张，顺时针轮到下一位。就一回合我只能出一张吗？对，没错。好。如果你可以出一张行动卡，加一张功能卡。如果你要出功能卡的话，对，但是一定至少要出一张行动卡。如果出一定要出一张卡片就对了。好。对。那它可以舍弃吗？可以舍弃。回合结束的时候，你可以弃掉任意一张出的牌。就补到三张就对了。再补回三张就好。对。让绿色往上，绿色往上走一步，绿色 ，OK。绿色，可能如果并行的话，我是可以。对，我现在上面已经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對，你等于就是可以跳，跳到第二个 ，OK。好，那我们放后面原因是为了让观众比较看得比较清楚。嗯、但你刚刚忘了什么？盖山，你要先盖一座山。哎，盖完之后我才能。盖完再来放，对。好。那它的山的颜色，山色无所谓，颜色无所谓，对，这都可以。先盖，对，先盖。走之前要先盖，没错。轮到你就是先盖，就是哦哟，还没有走就先了。哎呦，等下就山崩了哈。那这个游戏是这样，率先攻顶的人获胜，啊，弄倒的人就输了，所以有可能有一个赢家或者是一个输家。对，游戏可能玩很久，也可能一下就结束了。哎，对，有可能突然砰，哎，就结束了。OK。好，所以他补牌了。好，要补牌了。OK。对，我要先盖山。轮到你先盖一座山，好，其实就可以从这里挑，对。然后再一个地板，对，上面感觉已经有点冰天雪地的了。哦，冰天雪地了哈。OK。哦哦哦哦哦哦哦。感觉。行。有那种乌脑叠叠的感觉。啊，叠完之后呢？接着。还有谁还没出发的？好，还没有出发，那我黄色的一张。黄色来，黄色请出发。黄色出发，那他现在这样子已经有两个了，所以他只能在旁边。他就不能跳，你也可以从这里出发，也可以从这里出发，都可以。我从这边出发好了， okay. 那我在旁边。OK， 好，补一张，补一张。接着，我要让还在最后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要先叠三。先盖座山，忘了先盖山哦。感觉这座山已经摇摇欲坠的感觉。会出镜子是？哦，所以我们不应该一开始就。哎呦，好，来来来来，接着呢是，哎，我有一张，这张厉害了，加二。什么意思？代表什么？任何颜色都可以。那我就让这一只，我只是为了让这一只，大家不要以为我就是这一只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两，啊！突然结束了，哎、欸，我们游戏突然就结束了，贪心造成。哎，好好好，来，让我们再一次，不要一下太快太快，嘿，对，好，不要一下四层楼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来。那我们就先两层，没有，因为怕有人一开始就太快攻顶，所以还是要四层楼开始，对不对？主要是太贪心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好，所以牌要重洗吗？哎，好，稍微洗一下。手牌也要重洗，手牌也要重洗。行，好，好。玩这游戏需要一个很平衡感，没错。所以如果地基一开始就没有搭好的话，可能一下就垮了。对。
然后还有家里不能养猫。为什么？因为猫会跳到桌上来，马上就被打，就结束。玩的时候把猫先怎么样？先把猫关起来，安全的地方。好，来重新，好啦，因为我刚弄倒，那就你先好了。我先吗？对，你先啦，先盖一层。大家重新攻顶了啊、哦！那我可能这一层就可能就崩了。那还是让不要让游戏那么难进行，慢慢。来攻了，攻顶，攻顶，攻顶。爬山了。选谁？红色。红色，红色，来这一只。红色去哪里呢？最边边大家看不到的地方。Oh, OK。让观众就看不到了。观众看不到。在哎、欸，看不到。那等一下如果也可以让他跑到前面，让观众看得到。好，也可以。换你了。那你就来移动他一下。好，我先。一个任意颜色，这是任意颜色。对，没错，任意颜色。然后两格。哦，所以你是这个颜色的意思吗？不一定啊，所以跳，他要先跳过哈、哦，然后再一个。可是这样子，观众永远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因为我们不可能转。哎，不对，我应该先盖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先盖，先盖，对。盖完之后。好，不要发抖，不要发抖，不要发抖。来来来来来。安全。可以。还有一个。可以。可以。好，所以你要跳这边，对不对？一二，哦！你帮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解释一下，现在有两只站在这里，哈，两只站在这里。他跳的话，可以一次跳两次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等下我还没。大家有玩过跳棋哈？跳棋就是这个概念。但是我记得刚才跳最快，一下就倒了。好，又轮我了啊、哦！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为什么会倒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山的这一边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黄色，黄色加一。好，那我不要。对不对？我们让观众看清楚。好、哦，平衡一下，平衡一下。哎、欸，啊、哦，结束，轮到下一位玩家进行。我们轮到我就使用救援。救援，谁跟他一起呢？要把谁救下来？救援不是，救援是抽两名玩家手牌使用。抽两名玩家手牌，哎、欸，来，而且马上用哦，这么好。各抽就是各抽一张，对。啊，立刻使用。立刻使用啊！啊，立刻抽到了，要把所有人全部抽完。抽完再来一次使用，对。那我先抽完。好。我们再救援。那我们不是都被他抽完了？光光了。但只有在自己回合结束才能补牌吗？对。对。没有结束才能补牌。那就是一种心机了。那我的牌会好多、哦，那我也只能等我牌消耗后才能用。OK， 你先抽回来的就要用。你刚刚抽回来哪三张？但是他会不会抽了就他不用刚才抽的？不能，因为这个他说他一定要用抽的。好，来，刚才这个把所有的功能首先来，那我们一个一个来，来先黄色加二，黄色是刚刚那一只在我这里。那他自己挪，请你加二。你以为抽到是好事吗？哎，说不定。说不定弄倒了。对啊，因为你要连续动好多次哦。加二是我还要移动到，还是可以直接跳到两格哦。两格，两格。但他要一次两格，还是他一定要放两次？可以一次两格。好，那我就手不要抖。抖了，开抖了。好。OK， 来来来，再来迷雾。你可以指定一个角色，那个颜色呢？它三个回合不能动。那我就让安全的人就待在这边，我要让紫色待在、这边三个回合。好，来定住它三个回合，它太冷了。好，来下一个，这是什么？风暴。好，所有玩家呢，就是向左手边玩家抽一张牌，然后丢掉。没有牌。好，那抽完就丢掉。OK 啊，那就是那我就是丢掉，丢掉。那我抽掉你一张，再丢掉。OK。结束。
我们怎么互相伤害？搞得大家都没手牌了。哎呀，空手了，空手了。那接下来要怎么补牌？接下来一样，轮到你，你还是得盖三，你就前进不了。哎，没错。哦，这个玩法还不错。那我就是无条件让你盖三，也没有办法。那你回要接着补牌，你可以补牌。我可以先补了。对，你刚刚回合结束。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就介绍极限功底到这边而已，我们大概只介绍十分钟，短短的十分，还有二十啊，哎呀，不错了，有二十可以了 ，OK， 可以了。好，那极限功底是我们在新锐作展展出的一个游戏哦，欢迎来找我们玩，拜拜。